Hardy， 各位亲爱的小老弟、老铁们，过来了呀！那今天这一集是回应那个小老弟的问题哦。小老弟现在在问说，这个现在桌上有两个保护壳，这个是卡达比的 Sheath 哈。好，那 Sheath 它的特征就是这边会有一条线哈，这样子，然后它是比较方方正正的，所以这个是 Sheath。然后这个是Spigen 的 Mag Armor 哈 ，Mag Armor 它是比较轻薄的，很轻薄的保护壳。那现在小老弟在问说，这两个保护壳的 MagSafe 磁吸的强度谁比较强？那我教你们怎么测试哦。你们测试就是拿一个比较重的这种 MagSafe 的产品哦。像我这个是 Morphe 的哦 ，Morphe 的这个产品哦，它是比较重的哈、哦，它非常重哦，而且它非常长。所以你在吸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是超过这个手机的、哦、然后它很重，所以如果你在吸这种东西，它很重，你的磁力如果不强的话、哦、它就会很容易掉下来。所以你去拿一个比较重的，我建议可以拿重一点东西来吸啊。那我现在就直接帮你测了、哦、那要怎么测？就是说你把它放着，你把这个像这个 Morphe 这个放着，然后我现在来测这个 Mag Armor 啊、哦，你就是把它吸上去，你 MagSafe 吸上去了以后呢，你从尾部把它往上抬、哦、如果你磁吸比较弱的，你这样一抬它就掉了。你看我现在这样一拿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Mag Armor 它其实磁吸比较弱，你看蛮弱的，意思说它抬不起来啊，它没办法把这个东西抬起来、哦、它就比较弱，甚至你从旁边它比较弱。那我们来看这个卡达比的这个 Sheath 啊、哦、Sheath 吸下去、哦、Sheath 吸，你看 Sheath 可以把它拿起来，所以很显然续是从底部拿，它的磁吸比较强以外，它连从侧面拿都不会掉、哦、你去把它搬起来都搬不起来、哦、所以就是续是的磁吸比较强。我再做一次给你看、哦、这个是 Mag Armor， 你看、哦、我从底部拿就掉，我从侧面拿，从侧面拿、哦、这个有吸住了吗？从侧面拿也会掉，从侧面拿又掉，所以 Mag Armor 是显然它是比较弱的。然后这个卡达比的 Sheath 吸住了以后，看它是比较强的。所以哪个磁吸比较强，就是这个 Sheath。然后我快速装一下给你们看说，顺便介绍一下这两个壳的一个特性哦。这个 Sheath 的话，就是它背后这边会有一条线、哦，然后它的这个手感我觉得是还算不错、哦、不过它是属于比较方方正正、哦、比较方方正正，所以就是久了的话，这边是稍微比较硬、哦、它是稍微比较硬，但是整体手感还蛮整体的，因为它的背面是平整的，所以其实摸起来还不错。而且它的这个，我觉得它厉害的话是这个指滑的这个刻痕、哦、它这个指滑的刻痕是非常的不错、哦啊、所以就是这个是 Sheath， 然后按钮什么也都很不错，造型也很漂亮，底部这边有一个平整的地方，可以让你去做一个这个操作、哦、做一个这个向上的操作、哦、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Mag Armor， 然后 Mag Armor 的话是它整体摸起来它比较滑，它比较光滑，可是因为它做的是这个比较圆润，所以 Mag Armor 明显在摸就是它会比较轻薄，所以你如果要更轻薄的，你就是要买 Mag Armor， 它摸起来其实是很轻很薄，然后你会觉得它很小一只，就有点像裸机啊，然后但是它的这个握感就是它会比较滑一点，因为它的这个边啊什么都是比较光滑的，所以就是比较滑。然后 MagSafe 就是比较弱，它的 MagSafe， 不过你装壳下去的话，装壳下去的话，就是显然的，就是我们 iPhone 的那个磁吸跟这个磁吸加在一起，就会稍微比较可以抬起来、哦、但是我现在这样再摸，再这样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弱。哦、来，我做一下这个，两者的话，还是这个卡达比叙事是比较强的。哦、看叙事就是。比较安心啦、啊、我在吸的话我就觉得蓄势是比较强的，然后再晃的话就比较安心。好，然后做一次这个 Mag Armor 给你看，好， Mag Armor
然就明显的比较弱，哦，就是这样，哦，然后再拆拔就很轻松，哦，不过 Mac Armor 我觉得也不错啦，因为它很，如果两个的手感的话，其实是 Mac Armor 比较好，因为它很轻薄，它很轻薄，所以它还是比较好，对。但是如果它在跟那个卡达比还有一个型号，等我一下，卡达比还有一个型号，这个叫做 Synesis， 我觉得你应该不要这两个来比，你应该是要 Mac Armor 跟 Synesis 来比，因为 Synesis 就是做到这么轻薄，而且它的磁吸又很强，哦，Synesis 的磁吸超级强的，哦，Synesis 的很强，而且它也是超薄的，而且它还有直滑的，哦，所以这三个壳最好的壳第一名的话是这个。我说如果以我来比较的话，这个是第一个，然后这个 Mac Armor 第二名，这个 Sheath 排第三，哦，虽然它的 Mac Shape 比较弱，可是手感而言它可以排在第二，哦，这个是一，这个是二，这个是三，哦，你选择的话我建议是这样选择啦，一二三这样子，好吧，那今天自己就到这边，哦，希望会对你有帮助。磁吸的部分就是卡达比的这个 MagSafe 啊，它的这个 MagSafe 的话，这两个是比较好的。那它这个的 MagSafe 就是比较弱，但是是属于中的啦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了，希望对你会有帮助。